那个老板，给我来点那个面筋呗。嗯，正好这五个，这给你呗。啊，五个够够，刚放上的。刚放上。等我等我的呗。那个你自己干的。啊，那我这从你穿着打扮不像干这玩意儿人呢。你啥意思啊？那我穿啥跟你？哎，不是，没什么别的意思，就是那个。我感觉你挺适合开个那个什么什么酒吧什么的，就是你穿着挺 open， 挺性感的。嗯，不是能那个，我有个朋友，就是他正好往外对店呢。你真挺适合的，真的。那我也不像骗人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朋友，我能开得起那玩意儿吗？对不？行吗？那个加个微信呢，然后过两天有空你就看看。嗯，行，你火没开，你开火给我。那个加上了，完了这两天没事我帮你联系你，我去呗，行不？行，那有空啊。那到时候你说你走了，是不是这个摊儿没人管了呀？是不？真开着的话，那肯定不是。哎呀，那真太可惜了，我感觉你家得老好使了。那个，你要不你教教我呗？完了，我帮你接手呢，行不？在这儿等我呀，哈哈，啊，被识破了，那个，啊，你好讨厌呐，讨人喜欢，百看不厌。讨人喜欢，这么好啊？不是那个，我跟他商量点事儿，你咋过来了？我过来看看有多讨人喜欢，有多百看不厌。不，你别听故事就听一半行不行？行吗？有的事儿听一半就够了。够吗？够了。我感觉不够。那个不是，哎，你现在解释都不愿意解释了呗？我买个烤冷面，我跟你解释啥？不是我买个烤面筋，我跟你解释啥呀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那个，明天我还来这找你啊。然后这我不要了，我跟你走了啊。不是你他妈疯了吧？我还在这儿呢。你跟谁俩呢？干嘛？你有病啊？去你妈的，渣男！